陈敏之、黄子轩、黄锦新、黎燕珊、胡枫等为流行经典五十年节目录影。虽然修哥就同黎小田冇合作，但系小田做童星嗰阵时候就已经认识。修哥听到小田病逝嘅消息，佢就感到好可惜。问到修哥有冇咩难忘事，佢就话：诶，佢呢个人咧吓，吊儿郎当嘅吓，游戏人间嘅，大家都知噶啦吓。我咧就觉得佢咧吓写曲咧非常非常之好听。咁我咧诶曾经咧。叫我佢喎，你得閒咧就可以寫下啲歌啊，你啲歌咁好嚇，隨時可以拎出嚟喎。佢就話如果有人叫我寫歌，我好快好快啊，就交俾人噶啦啊咁樣，唔使寫定嘅。我話你真係懶啊嚇嚇，佢話懶啊懶啲，不過冇所謂啦咁樣啊。有冇醫院探過佢啊？冇啊。我呢兩日想探佢，有啲朋友話你唔好嚟啦，你唔好嚟探啦，嚇、有啲乜嘢消息，我話俾你聽啦，咁樣。